还能去哪里？我一定会带，我也帮我小朋友准备了儿童用，还有一些就是像大头贴的功能，所以他们照完马上就可以做一些变化，就好可爱。我一定要建议到，我觉得超好用，它就是一个小板凳，对对，就坐在上面，大的就坐在这边的话，我只要轻轻的扶着它就可以了。防手是警报器啊，小孩分开了跑了，我只要一按他就乖乖回来。是警报没有，它是里头有小型的动物园，另外呢它还有就是可以坐的，像小型的迪士尼乐园。放假一天，我听你讲过，对，才300多块台币。北海道的那个，你可以，哎，你可以跟着企鹅一起散步啊！一起散步，企鹅要去买饮料吗？大家没有玩，欢迎你再次准时收看我们的姐妹掏心话。其实今天会做这一集题目，主要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啊。因为呢，你知道这个一个已经上学了，一个孩子已经上学，那另外一个待在家里，其实有爸爸有保姆是稍微比较宽裕的。那但是呢，遇到保姆放假，刚好姐姐学校宣布说有藏病毒，一个礼拜不用来学校的时候，对家长来说，晴天霹雳，因为这两个小孩要在家一整个礼拜这样哦。所以这个藏病毒现在有多严重，应该怎么预防？我们第一位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詹子慧詹医师，你好。你好，超子，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算是很严重哦，藏病毒。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像昨天晚上的门诊哦，大概有1/3就是藏病毒。我说，因为藏病毒有3年哦，从2008年到现在哈，那个在这3年间没有真正的大流行，大家觉得是每一年都有零星的案例。对。但是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个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以来，哦，好恐怖哦，很多哦。我们以前的经验哦，觉得都是啊好，都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得藏病毒，啊，结果现在连国小生、国中生，甚至连大人这么多都会得到藏病毒，大人也有大概5%的机会。那症状是大人的症状吗？那个症状很容易认，只要突然间你觉得说喉咙好痛哦。对，就连吞口水都觉得好像在吞玻璃的时候。对，学校护士会用那个手电筒，这样嘴巴张开，开始照口腔跟喉咙有没有一些水泡。但是问题是，还没有发烧的时候哈，其实那些水泡都不见得会出来。通常要到发烧之后，大概12到20小时之后呢，那些小水泡就会冒出来了。今天为什么我们前面先讲藏病毒？因为我想很多这个就是有幼小小孩的爸爸妈妈会担心。那因为藏病毒的关系，小孩放假了。小孩该去哪里？这是所有家长最痛苦的事情哦。我们请到第二位专家呢，他一个人带2个小孩去周游列国250天，就用哎，欢迎 Choice， 好勇敢哦，大家好，我是 Choice。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旅游部落客 Choice， 他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陪两位孩子远征日欧东南亚各国，在3年内以旅游250天之久，用行动证明体验式教养，让亲子一同蜕变成长。今天我们还邀请到3位妈妈们，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亲子出游会带哪些东西吧。真的要看起来的话，艾琳你也是最多的耶。对，因为我的2个是最小，那其实一个才2岁半，然后另外一个10个月，所以其实他们要的带的东西特别多，小东西尿布多，然后奶粉多，奶瓶多，然后再来一些除了基本用物之外，你另外带像刚那个喷的，像刚才这个喷的，我觉得现在是必备，因为外头的病菌实在太多，不管有没有用，那当然就是这个有喷有宝贝嘛，对不对？对对对，那所以就喷一喷。对，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在他们用餐之前我还会用就是干洗手，就是这种就是比较99%的这种抗菌的，99%有点太浓了。对，没有没有，它抗菌程度99.9%。这一点我插个嘴问一下哦，因为我也有朋友是非常谨慎的妈妈，像艾琳这样子哦，他们就是常有干洗手或者有很多纸巾等等等等。那但是我也听说，因为我小孩是过敏体质，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过敏体质这么多，就是因为把好菌也杀死了，有这样的说法吗，詹医师？其实好菌杀死也不能这么讲。抗药性这么多，其实是使用抗生素的关系啦，跟这个外用的这个其实是 OK 的，是吗？对。所以因为我小孩到哪里，因为那个你知道酒精会喷出来，他们觉得很好玩，就常在那边这样那边喷，就这样不会过度杀菌或者什么，所以是 OK 的。因为其实有些地方你不方便去洗手，那你就是拿湿纸巾先擦拭一遍之后，再拿这个干洗手让它消毒，然后
后再吃东西。你们三位妈妈都会这样哦？我有啊，一定要的，一定要啊！我没有这个东西耶。然后也有，我会这样去洗手，就用肥皂洗手。那也可以，那 OK。就是万一有时候你在公园，然后去洗手地方很远，然后那个环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干净的时候，就你就用这种方式。好，所以除了奶瓶、尿布，我看到有一小罐那个像什么维他命 C 是？哦，这个不是，这个是 Airborne， 是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然后这是在国外，就是美国研发的一个小学老师研发，就是很多人在一些密闭空间的时候很容易感冒，然后会传染一些疾病，所以它里头就是配方就是全部的一些高含量的一些维他命，所以你在大概上飞机前一个钟头就是泡了喝了，然后你上飞机你的免疫系统会比较好一点。哦，我有听有这种说法，我听说有飞机这个安心作用比较大，真的。可是你知道在美国是狂卖耶，对啊，狂卖啊。通常这个有还是说吃一颗芭乐也可以上飞机。其实我觉得干脆吃一个芭乐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柠檬汁喝杯果汁，反而就跟这个效果差不多了。对对，再来的话是。这个我一定要建议到，我觉得超好用，因为我儿子超重的，然后呢，超好用。你抱着 baby， 其实很多人的那个手背都很酸，妈妈手了。对，然后你知道，连我老公都抱不动我儿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董哥的那个老婆 Teresa， 所以在美国买的，没错。不过这个我是在台湾的，这种配备超超齐全。台湾现在买得到吗？这个在网站上可以订购，网站有是不是？没有，其实这个就是方便家长带着小孩出去，因为国外的欧美国家它就是一个小板凳，对，就坐在上面，大的就坐在这边，然后我只要轻轻的扶着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你抱大概五个钟头、六个钟头都没问题。你不会觉得自己会有一点想要去吸那个重量？你的腰不会那个吗？这个就是当初就是那个骨骼的那个脊椎科医生，就是那 chiropractor， 他们就是为了不要妈妈就是平常抱你会拿你的 hip 去这样顶住小孩，然后你最后就变成侧弯了。这个呢，你就是训练自己这样子抱，然后其实小孩子他习惯性坐了这边之后，他就乖乖的，然后你只要扶着他就好了。对，然后他的脚会勾在你这里。Vicky 觉得发现得太晚了，对不对？对啊，来不及了，因为你都已经长大了，来不及了。我要去抱你，好不好？好，来。我也真的，你看那一个，你知道男生哦，如果长得很结实壮壮，坐在上面你会省掉很多。反正我应该要建议一下那个珍妮姐买，因为 Sky 实在太大了。没错，那 Sky 可能那个这个负荷不了。OK， 所以你看，像这个妈妈一出门就要准备这么多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子常常都会衣服滴到弄脏啊，或者是他溅东西溅到我的衣服上啊，这个马上就要喷就擦心。哎，你在慌乱中就是袋子里有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抓错？百宝袋。所以我老公常常会抓狂，你知道吗？他说：“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带三个围兜兜？”他说：“带两个围兜兜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小孩子一直在流口水，湿了你就要换，对，湿了就要换，湿了就要换。所以呢，妈妈就会多带一些，然后老公就说：“这个有用到吗？”有啊，他现在在长牙齿啊，所以常常那牙齿会不舒服，你就要让他咬一个东西啊，对吧？就要咬咬咬，所以妈妈就会多带很多的东西。没错，没错。我们有时候就，有时候会让他咬别的啦。然后再来，什么咬什么。外面的餐桌椅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病，好多杀菌系列一定要除菌，一定要把它先擦过一遍。餐厅他都讲说，哦，我们擦过了，我不放心，自己还要再擦一遍。擦桌子啊，把桌子擦一遍。你们也都会，擦桌子用都有。小孩子有那种清水的，然后呢，然后有这个是有酒精的，另外还有就是擦拭手的，对。哎，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谨慎的妈妈，所以每次我们两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整个脸在流汗，就汗颜，知道吗？因为他一坐下来，我就说：“哎，豆小龙坐好哦。”然后就等上菜，然后他就开始从他包包里这样擦擦擦擦擦，就很像堆那个杯子，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有刀叉筷子我了解，接下来是什么？然后就打开，有的是毛巾，有的是那个除菌的，有什么什么，就是妈妈准备的非常好，而且她两个小孩也长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当然当妈妈有很多不同种当法啦。我们接下来看就是千惠珊少掉三分之二的东西，对啦，你把我们的板子先拿开，看有多少东西。可是它很少哎，真的很少，这两样根本这都是我，这都是你重哎，对，这个我一定会带单眼相机，我一定会带，你看。身长变成这么长，可是它非常的重，对，对呀，有像我们都放弃单眼，就直接对啊，就直接手机了，看出那种很温馨感。
感人的画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哇塞，完全一个摄影师的规格。是有要给你写真集的，除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蛮厉害，因为我两个儿子很好动，然后他们都是运动健将，所以常常还是会不小心就跌这个膝盖流血。然后这个是我在美国的超supermarket 买的，它就是不会痛的那个杀菌的，所以喷出来是泡沫，小朋友很喜欢。就是像伤口跌倒跟杀菌是说哦，伤口的杀菌。对，杀口、okay. 直接你要药膏啊？不用，哇塞，旁边这位阿姨就好了，什么都有，还是要 OK 的。对，这样，然后餐具我是一定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剪刀，因为我小的还有些对剪刀，我们有剪刀是每一个妈妈都要有了，每基本配备。带回来、哎、一样的，带回来我们真的会我的手术刀，然后就会拿给那个端过来说，哎，你去把切水剪剪，叫他剪拿、啊、那种剪臭豆腐剪什么也都有，对不对？对，然后我带出去有时候。就是玩累了，或是爸爸妈妈在吃饭，他们对，然后我就会、一定要画画，对，就会带一些画画的本子啊，然后笔这样子。那上次我带他去看樱花，他就后来坐下来，他就画了一个啊，好可爱、啊！这是我5岁的儿子画的，2月21号画的。嗯，所以你看航空公司为什么发礼物给小朋友？这种对他们来说要看个性啊，有的可以镇定大概30分钟左右，对不对？可是30分钟我觉得也很宝贵、很宝贵，希望你重要，非常感谢。对呀、啊，然后在车上一定要听故事，对，或者是点点点或桥段，对，然后。因为我很爱拍照，我也帮我小朋友准备了儿童用的，这个就套在手上不容易掉嘛。然后他们可以自己拍，他们就这样可以这样自己拍，小孩自己拍，那也可以洗出来，就是这就是也是那个记忆卡的，就是可以防水，对，防摔非常好抓握。然后而且它还有一些就是像大头贴的功能，所以他们照完马上就可以做一些变化，就好可爱。对，所以这也不会很贵。哎，你还要带马桶盖啊？然后像比较小的时候啦，我一定会。戴模拟器，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有病。什么东西啊？模拟，那以前我们也有买，对，就是。比如说去个2-3天，你的小 baby 总不可能都不要吃水果。对呀、啊，所以水果很方便啊。所以就是每次就是在餐厅就开始拿出模拟器，开始这样子，开始摸这样子，花好多时间。我在对，我都会真的西瓜哦，来叉子汤匙压一压啊，可以了哈、哦。好来吃进去。然后我还是有牙齿。还有就随便拿一个小盒，随便装了一把它的对耶，就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三十。哎呦喂呀！也可以30分钟。对，我要讲 Vicky 哦，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比如说就是几家一起出去旅游，那父母可以稍微喘口气，说小孩带小孩，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结果我就在那个微博上面看到 Vicky 发了一张说他一个人。带3个女儿，然后这样四个可爱女生就在那个推行李车这样拍了一张合照。哇塞！我跟我老公突然就这样毛就竖起来说，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很累呢？你知道，我很替你担心。但事实上，你从他们几岁的时候你就没有，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一个人带那个3个小孩。对，可是因为我都会找。就是比如说朋友姐妹，然后姐妹她或者是家人，第一次去香港是因为有我大姑，所以我觉得有人在，我还以为是因为有米老鼠，没有有人在 share 这个，然后帮我分担，然后第二次就是去韩国嘛，然后这一次第三次就是带他们去，这是国外的啦，带他们去新加坡，那国内的更是，你知道我后来发现我第一次带。第二次去韩国之后，我觉得我得心应手，我觉得没有老公太好了。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有老公会在旁边可能碎念，对，或者是说你做这个的时候，他说不要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带小孩干嘛的时候，他又说不 OK， 那我就觉得。与其这样，我不如我自己跟姐妹淘或跟我认识的人一起出去，然后带小孩，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共鸣。而且我们刚刚节目就开始前自己在偷聊，就说小孩其实很聪明，很贼的。你大人多，他反而会就是察言观色，说专谁，这个时候我要找谁，他会买东西给我。真的。然后我开始哭了，我就找谁哈。你只有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开始会有点紧绷，然后想好了，只有他了，我们只能听他的，你知道？他比会绷比较紧一点。因为我们家小孩很怪，我们家小孩一出去都不找我，都找别人，所以。我反而轻松，那你带的东西其实也不少我带的东西就大家都有的，然后对啊，不过三个小孩，过了核心是属于妈妈的，因为妈妈有时候就冷静下来，小孩一定需要康档，康档，就是零食啊，对，一点点零食是必要的。那因为餐具一般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小朋友的餐具，我就带一些塑胶餐具，然后还有就是海苔粉。因为有时候吃的东西不见得小孩会喜欢，
用完了。那小孩很奇怪，他就喜欢吃白饭。那白饭如果有些菜他不 OK， 他就海苔粉他就可以了。可是像我的经验是，我们小孩在家吃饭会折磨我们，可是出去有一堆小孩他狂吃，对，大家就会吃饭气氛也是会，但是就是以防万一，然后就是口罩也要戴着，然后防蚊的有，对，防蚊一定要戴，对，有手环型的，然后有喷的，还有被咬了之后要先贴的，被咬了之后的在这里，然后跟药局的阿姨在那里啊，105号，然后。对，耳温枪我们一定会带，然后他爸爸，对，他爸爸会去那个就是常看的医生那里抓一份，就是比如说如果感冒啊、肚子痛啊什么，就是先备着而已，或退烧药，对，退烧药备着。还会带牙线棒哎，也会，我也有小孩的吗？对呀、啊，小孩有啊。而且这个是可以，这个就是把那个用完了之后把它卷进去，用完之后卷进去。哇，105号的药房阿姨真的，哎，这个比较专业哦，药房阿姨。真的好像小孩牙缝很大，要顾到他的牙齿，你知道吗？就除了帮他刷牙，其实他常会卡一些肉啊菜在里头，一定要用牙线吃完。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大人的福音啦、啊，就是iPad， 你会让他玩哦，玩多久？会，你知道我除了 iPad 之外，我还带两只手机，所以一定是三个。我其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比如说你给他 iPad、iPhone，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看手机看萤幕，他没有看到自己在京都、在东京、在北海道、在瑞士，他完全不管，他就是在看他的 iPad， 是，所以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对，所以我在车上或者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面。我会带他们去看外面的风景，看风景，他可能画一画，可以看看云，再画画，是，然后我们来用云说故事，是，哦，比如说我曾经在阿里山的时候，这样山路一转，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云，转过来一看变库斯拉，嗯，哇，那这样就变得很有趣，转移他的另外的注意力，其实转移注意力方法很多种，而且有时候让他们无聊，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呆嘛，巴厘岛人干嘛无聊，他就自己会想办法去找好玩的东西，对，我听很多父母，这跟家长气质有关啦，像Choice很有气质，会讲故事，我们偶尔也会，可是你知道职业病，我们喉咙很痛啊，嗯，所以我们就会玩赌博游戏，说来赌下一辆出现之后什么颜色，好，那积分积一积，看有一个糖果会是什么。孩子走失怎么办？必备法宝告诉你。防走失警报器啊！小孩分开了跑了，我只要一按，他就乖乖回来。那是警棍没有打对，乖。主要是让他们自己多讲话啦，是，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家长太急了，把小孩时间全部填满，嗯，这样好像小孩子没有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嗯、所以，请问 Choice， 你哦，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去周游列国，不止台湾嘛，对不对？对还有国外哦，250天哈，250天的国外，你带什么东西啊？250天的，其实我会带的就是这个。防走失警报器啊、这个好玩在哪里？就是它可以同时一个妈妈可以控制两只熊，就、yeah. 小孩分开了跑了，我只要一按，他们就乖乖回来。因为什么意思？那是警棍做的吗？是警棍做的吗？网络上那个他为什么会乖乖回来？因为他们身上发出90分贝的噪音。哦，所以小孩受不了就赶快跑回你身边。你就是唐三藏啊！没有，小孩没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警告，比如说坏人他想要带小孩出去带走的时候，马上一按就是哔哔哔的，他所以才会发出，因为他会引起所有的注意。对，这个小孩放在他身上的哪里？放在身上，就是鞋带也可以，就是项链吗？这就是传说中 Mommy I'm here 那个东西。对 ，Mommy I'm here 可以讲，他可以绑在他的手上，绑在他鞋子上面，这也是包包里，在美国买的，对，这个在台湾就买得到了。哦，真的、哦，桃子，我帮你准备一份。哎呦，谢谢，真的可以试试看。我们大家也都很想要，对，我们大家都有两个小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带小孩出国，尤其是一个人带两个出去，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可以按一下，确实，婷婷对你按一下好不好？先设定以后，嗯，我们哎这么大声，也还好也还好，越来越大喽。可是在商场里面会比较没有那么大声，因为这边摄影棚是很安静的，可是在空旷的地方它就比较那么。你小孩从来没有因为他太吵而就直接把他拔下来摔掉过？没有没有，我们有一个默契，比如说小孩听到身上发出巨响，他就知道妈妈看不到我，我赶快找妈妈。可能他走远了，这样子要赶快回来。然后尤其在日本，他们是非常警觉性高的地方哦。当然，他们小孩发出一仗，所有人看同一个方向。这个小孩会不会就是走到一个很远的距离的时候，对他有没有办法遥控到？这比那个拉绳子。可是如果他没有电怎么办？
我跟你讲，妈妈的忧虑永远是这样的，她可以用多久？可以换电池，但一颗电池可以用大概半年哦。如果你那么常，像我这么常出去，我那你使用的机就是一天会。我找不到小孩的时候，我就按一下。哦，那有时候你知道拉绳子有个好处的原因，是不是说我们喜欢把它当宠物牵，而是你知道像两岁半的小男生会暴冲。对。那有的时候我在抱小的时候，他突然过马路的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个很好奇，啾，他就会奔出去。那你有绳子的时候，你可以立刻拉住，你按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呸呸。没有，那个是防走失啊，你那是防暴冲。对，所以我说那个绳子还是有防暴冲背带的。有人跟我讲过，在那个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对呀、啊，就是那个、啊，只有听到说妈妈在看衣服，小孩不见了，不见以后还好，妈妈赶快去跟主管讲，然后呢，这个主管因为是日系的，就像你讲，他们警觉性很高，他立刻封住所有出入口，说广播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发生这个事，所有人不得出入，这样，结果后来找，在一个厕所里面发现他小孩头发已经被剃掉，我现在听到衣服已经换了，头皮发麻了，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所有母亲。噩梦，你知道吗？真人真事，还有一个，还有某个森林公园，有人说在那边玩也是，爸妈因为很放松，说他在沙坑玩，玩一玩到也是这样，就被带走了，不见了，已经被带走了。是，所以这个小熊这个是蛮必要的。在火车上面，在飞机上面无聊的时候，我不会玩那种扑克牌、心脏病，这样会吵到别人。是，那可是我就会玩一种桌游，像这种简单桌游可以放包包，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图像图形的变化，然后它用的范围又比较小，然后对，然后它就是可以，这种感觉也很棒哎，团购团购，就德国的那，所以台湾都买得到，很多玩啊，真的，这个是加拿大的厂商，美国厂商，其实你就可以认图形，然后我们就看，哎，这个图形我有，这个图形我有，所以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就像那个宾果那种感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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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样有可以训练图像记忆，训练他的专注力，重要是他心可以 calm down 下来 ，OK， 对，那我觉得这样很重要，我们家。他注重的部分是，比如说爸爸注重那些必备良药的部分啦。那其他部分我们都觉得还好，因为有些饭店或什么可能会买得掉。所以除了妈妈的准备之外，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去哪里好玩，是比较对亲子来说是友善的地方。Vicky， 我吗？如果是国外的话，我觉得近期我去的新加坡还不错。哦，新加坡对人都很好。对，那因为天气又好，那带的行李也非常的简便。然后去玩的地方也都是，像比如说他现在有环球影城，那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家三个从9岁到4岁半的小孩。对，可是他是不是很贵啊？现在新加坡的行程，因为那个环球影城。哦，我们这次去还好，一个人3万多块，我不知道这样是贵。一个人三万多，那四个就是没有，可是小孩有扣。减半，对 ，OK。然后住的饭店也不错，因为那个饭店的 view 整个看出去很漂亮。是，新加坡绝对是一个很宜人的。那你看那个照片，就是饭店看出去，然后对面就是金沙，传说中的金沙酒店。然后整个看它的运河，那因为它现在有很多的艺术设计，哇，有机器人呢，对，就是跟机器人、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啊，对，一起拍合照，然后玩游乐设施。那有些游乐设施是很温和的，很适合比如说比较小的4岁的小孩。那有一些就是可以适合大小孩，比如说他们有一个 Mommy， 就是木乃伊那个，然后还有侏罗纪公园的部分，哇，好好玩哦。对，谢谢。这样花几天才玩得完啊？我们去的是4天3夜，可是我们。我们去环球影城只花1天，因为我们买了一个快速通关的票，所以那个其实可以减少很多时间排队的时间，这样子。是带小孩应该直接就可以快速通关啦，有没有带小小孩的话，没有，你还是要另外买票。新加坡没有。对，然后它的影城我很推荐它的推崇它的那个推车，轮胎是斜的，跑车那种斜，所以它。即使是两个大小孩加起来50-60公斤，推起来还是很松，很轻松的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看一个国家的所谓大家讲说对于这个小孩的照顾，其实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这个福利， 对不对啊？因为他刚刚讲的是一个游乐区的推车设施，对。你知道吗？就像伟忠哥写过吗？连机场推车都不好推，大人推了你还要顾小孩，那小孩推车有的更难推，有的还坏掉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去日本玩，然后我们有打听到，因为那时候小孩太小了，所以我们要去帮小孩买一些像这种台湾没有卖的东西。然后他坐电车要转3趟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到了以后我们真的。就甘心哎，看到那个 shopping mall 真的很想流眼泪。它整栋都是 for 妈妈跟小孩嘛，好棒哦。然后你知道它有什么吗？就小孩本来在那边觉得很无聊，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小孩看不懂，他会无聊嘛。它有。好棒哦！是。
亲子旅游好去处，许爱玲大力推荐。里头有小型的动物园，另外呢，它还有就是可以坐的，像小型。我看到那个 shopping mall 真的很想流眼泪，它整栋都是 for 妈妈跟小孩嘛，哈，好棒哦。然后你知道它有什么吗？就小孩本来在那边觉得很无聊，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小孩看不懂，他会无聊嘛。它有假面超人、咸蛋超人的车，好像哦，不是假的，是可以像电动，这样缓慢前进，所以他就坐在车里，他哇，他看到就疯了。还有什么汤马斯火车，还有那个什么面包超人，我女儿就选了一个那个咸蛋超人，就坐进去，然后我们整个轻松到爆，因为他就爱那辆车，是精致的。然后那个真的做得非常好，不是那种拉差的什么，他就真的就自己在那边控制，这样慢慢搭。然后我们到一家店就这样，可以很轻松的，也不用管它会不会撞到什么，因为那个车很慢又大又舒服，它整个空间是非常舒服。我觉得很重要。每一个店员看到小孩都是这样，然后对他很好，然后要不要给他小糖果什么的？我觉得那种热情，对小孩的热情，在有些地方我看不到。对，我去夏威夷也是啊，招白眼，对，在不耐烦。没错，在台湾可能会招白眼。像那时候去夏威夷，我们就在街上散步啊，很高兴。然后结果那个我女儿就坐在我老公的脖子上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老头就走过来，就发给他一个贴纸，然后那个贴纸就是 I love your smile， 我喜欢你。他说 Thank you， 就跟我女儿啊，虽然很小，可是我们就觉得，你知道，父母就觉得压力顿时解除，对，就没有人会仇视我们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新加坡我刚刚看到，我觉得 OK， 这个大概还有一些行程，就是因为它是每个地方都很近嘛，夜间动物园，对，我们有去夜间动物园，对，好好玩。然后夜间动物园就整个 club。为什么？那没有亮色，没有很黑。然后呢，小朋友就在后面，坐在后面。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很多家庭嘛，然后就一坐到后面，连续两个车厢睡着，到的一站就直接走了，因为他觉得我们太吵。因为小朋友就一直问妈妈，为什么那个狮子是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他只有一个人在那边 ？OK 啊，他多开心。然后呢，或者是妈妈那是什么动物？那因为大人也是看了这样子，有看没有懂。然后他那是英文解说这样，我们说那个应该是一种狼。一种鹿，他有配中文解说员吗？没有。然后可是其实他们看还是看得到，但是有一些像马来貘那种东西，就直接就是在你旁边，你可能一摸就摸得到这种。而且它都会布置的很像那个丛林一样，还会有那个黑人在跳火舞。对，它有一个火舞的表演，还有一个就是动物秀。对，那个动物就真的会出来表演这样。是哦，在晚上。所以新加坡是真的很适合亲子全家一起去玩。Vicky 所推荐的好去处就是新加坡，从台湾起飞大约4小时40分左右。他所推荐的环球影城和夜间野生动物园，里面不仅刺激，还可以体验寓教于乐的效果哦。那请问伟山，你会推荐？我的话，平常若只有两天，我大部分就往宜兰跑。我也是，那边有很多的民宿。上次都丢那个隧道大火，我们差点要进去，只是我们就是刚好要进去的时候，又看到还好停下来看了一下新闻，就进不去了。好险！对，好险。但是好，那身为妈妈的我也很会玩的哈，就是那个从我们是一样有去礁溪那个对会馆，对，那个饭店非常好，因为它有很多有加了那个温泉的游泳池跟温泉池。你若不住饭店，大概大人450还480就可以进去玩一整天了，因为里面都是温泉，然后外面是温泉游泳池，可以晒到太阳，还有玩水枪，就小朋友也有浅浅的池这样，对，然后还有游戏室，对，非常好。然后礁溪它那个饭店还安排我们那天去采番茄，对，带小孩去插秧，晚上还有说故事的，对，晚上还有说故事。然后其实也可以，然后后来因为那个隧道意外的关系，我们就绕到东北角去了。东北角如果爸妈去头城，你们上网去查民宿，很多民宿是非常美的，就是他可以看直接看到龟山岛，前面又是沙滩。所以你可以带小孩去玩，对。不过宜兰的那个沙滩，要跟大家说，它的沙滩就是比较是黑的，头城那边是黑的，不是白沙，不是白的。然后我们绕到东北角之后，又绕山路到平溪，我一看说，老公要放个天灯啊。所以我们是一路又回去，这也是另外一种。对。
的感觉、啊。青铜车站，然后三家的小孩六个加起来，我们只花了100块买两个天灯，然后小孩又很开心，就是他们一直写，我说你到底在写什么？他说我全班同学的名字，就把它写完，然后再放上去，然后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回忆，小便宜啊，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就不会选择到处跑，我可能就一天就整一个定点民宿，或是一天就整天在那个海边玩。像这个民宿呢，我们就其实也没做什么，这哪里的？就很干净，也是在宜兰，然后就很放松。然后它里面有 ECM 的音乐，我觉得是就是很棒的音乐，跟一些它也放了很多很赞的书。然后呢，小朋友他那个草地都是没有喷农药，所以是可以光脚的，可以在。然后那时候小的很小，就在地上爬。对，然后他们就一起爬树啊，抓虫、啊。宜兰现在很棒的是，它有很多的生态馆。对，像他之前屈哥去宜兰拍下，有一个水藻的生态馆，然后他就可以，你在里面就可以把弄一个小瓶子，然后种一些水藻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带那个水草生态球回去，带回家这样子。对，你知道宜兰现在有很多那种插秧的活动，就让小朋友体验那个农夫的辛苦。是，对。然后因为我这两个儿子太喜欢昆虫，所以我现在出门今天忘了带，就是一定要带一个观察箱。对，就是会抓到一些，对，先观察一下这样。我要推荐的是那个在大溪，它有一个那个。牧场叫做花开了牧场，然后里面有很多动物是没有关起来的，它就在街上走，有猪，有兔子，有鸭子，还有鱼可以喂，所以那个小动物还可以抱它。你看刚刚桃子那个意外啊，其实我还蛮推荐你们去朱明美术馆，我对面很好，很适合孩子们。对，然后在大自然当中跟艺术品一起生活，我在那边跑闹，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摆那个太极姿势啊，也是一种活动。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北海岸的探索油气馆，探索就在北关处。在北关处，北海岸是北关以后家，北关是，对，在北关处的管理中心的旁边有一个北海岸探索油气馆，哦，这里面可以模拟那个冲浪，可以自己开船，可以踩脚踏车，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而且才50块而已哦，才50块而已哦，可以晚上，比如说那天下雨或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去吹冷气。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小很有趣的教室啊，那教室里面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画图，然后可以有绘本可以读。Choice 所推荐的第一个景点就是金山朱明美术馆，富有教育意义外，又离台北不远哦。而第二个景点就是北海岸油气探索馆，除了可体验虚拟互动外，还可以游览北海岸的风光呢。维尼妈，你都带小孩去哪里？那个长滨图停课一个礼拜啊，我就会花从宜兰开始环岛。就是宜兰，然后花莲、台东，太美了。因为那个地方那一片就可以玩好几天。对。然后最后我会到垦丁的海生馆，因为我觉得海生馆像我家三个小朋友，他们都好喜欢里面的东西，它有远古时代的东西，冰河时期，一次介绍完，然后他们就喜欢看那些动物。我觉得海生馆还没去过海生馆，海生馆我去过25次，你去25次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婆家在恒春，所以我每次一回去我就一定去海生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是去花莲去住海豚馆，跟海豚一起睡觉，也很好玩呢。对，而且我一定要说，还有大家真的不要那个舍近求远，真的吗？像我去动物园啊，就去了100多次，有真的，就是你每次去真的有不同的感觉，对，就是有的时候动物可能就躲起来，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很特别，像我就看到河狸在跟那个天鹅在打架，真是已经要打起来了，然后或者是就是一群的那个河马冲过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经常去，然后里面也有步道。也可以做猫啦，有，因为我小孩，因为那次我们要参加 Ella 婚礼，就托给我舅妈带嘛，他们就带他们去动物园晒太阳，然后就说，第一次之前去的时候，他爸带去的时候，他回来写那个周记，就说我去了动物园，但都只看到屁股，太水了，我都背对太热，刚刚出来，然后这次去他说，妈妈，那两个长颈鹿舌头伸出来，那叫什么？我说。说你不是有听过大嘴巴的歌？对，我刚刚就是打击。他说哦，那个就叫打击。然后但是妈妈在照顾小孩，所以我没有跟他解说了一遍。所以是伟山讲的这个非常好，小孩光看动物的变化就很高兴。我看到我就是去那看狮子的时候，狮子它是用玻璃的，所以你可以很近，可是它经常都是在很远。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公狮子发火，然后往我们这里冲过来，然后我就当时就忘记了那个有个玻璃，你就感觉很有临场感，就觉得。
天哪，我就赶快跑，我都忘记了要牵着两个小孩跑，自己先跑。如果这是真实的话，我可能就自己先跑，自己先跑。对，所以什么样就是没有按照剧本演的剧情，就是蛮多惊险刺激的。好玩。不过艾琳要推荐的是，如果说我们有长时间可以到国外去的话，去美国，对，因为其实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去，那我娘家刚好在三后镇圣荷西隔壁，然后那边其实有一个很适合六岁，他的锁定的族群就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零到六岁，那所以他的票价一天才，对，我听你讲过，对，才300多块台币，很便宜，然后里头有小型的动物园，然后有叫做 Happy Holloway， 然后呢，它是一个 park 跟那个 zoo。所以呢，它有这个公园的地方，你看小朋友可以在那公园地方跑，它有那个秋千，有滑梯，大型的可以户外的地方。另外呢，它还有就是可以坐的，像小型的迪士尼乐园。那它所有坐的东西都是非常适合小小孩，对，就是非常安全，好好玩哦。然后它有碰碰车，然后是那种很慢的，然后碰也不会太大力的那种碰碰车，然后有秋千，然后它的那个幅度也不会太高，所以有些是妈妈要陪着坐，那有些是小朋友自己就可以坐。然后还有一些是因为它是有点教学性的一个动物园，所以它有一些比如说喂小绵羊，它会有人示范，然后你的小朋友也可以去试着去喂，然后呢可以去摸这些可爱动物。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教学性，然后就是活动量，然后又是户外的，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又价格便宜。许爱玲推荐的地点就是位于加州的动物游乐园，从台湾起飞大约11个小时10分左右，不仅有好玩的游乐园之外，里面还结合了动物园，而且价格又便宜呢。那 Choice 你推荐的是体验最自然生态，专家破例好所在。那 Choice 你推荐的是，其实我蛮推荐去哪里？北极熊、北海道的那个，你可以跟着企鹅一起散步啊，一起散步。企鹅要去买饮料吗？真的，我就要走就走到自动贩卖机那边，在那边张望。我觉得你要不要帮你把关？我听过，有。对，在那个旭山动物园，它本来快倒了，结果因为它帮企鹅减肥，是用这个发想去做契机，让企鹅出来游行半个小时。是哇，这个动物园呢就马上一炮而红。好像地面有个凸起的玻璃，然后像你好像这样子爬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动物的，就可以看到北极熊。它在地上就埋一个半圆形的一个观览窗，所以你可以很显可以看到北极熊在你头上走过去，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动物，是。所以因为它让动物跟孩子们零距离，就这么的受欢迎。那最重要，我觉得哇，因为我是铁道宅啊，你坐这个动物园列车呢，去这个旭川动物园啊。里面还有北极熊姐姐，可以陪小孩子玩。它整个车厢打通变成一个。我们最喜欢这种什么姐姐哥哥。对。会交给他。在这个动物园列车上面，小孩在上面跑，在那边笑，所有的大人都坐在那里微笑，因为他们就玩他们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管他们，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动物园列车就是为了你们设计。所以，可是冬天去北海道很贵吧？其实不会那么贵，其实大家想象的，因为冬天的都是雪，所以它其实没有像薰衣草的时候那么热门，那反而是在雪景里面，小孩子有不同的刺激，对，冷到底有多冷，可以冷到-10度那么冷，对，可是小孩不管-10度，对，他还是照玩，而且他去堆雪人吗？对。接下来 Choice 所推荐我们的游玩地点就是北海岸的旭山动物园，从台湾起飞大约3小时50分左右，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雪景，还可以让小孩与动物们零距离的接触哦。对，他们根本不用去想，他们在活动的时候不用担心他们。我们像今年过年我们去日本嘛，我们去比较乡下地方，所以也比较少观光客。有一个什么伊香堡，我们非常喜欢那地方，很安静的一个小乡村而已。然后呢，它那个温泉哦，就是户外嘛，比如说这边有屋顶，木头屋顶，然后这边是石头，然后那边是树。那石头因为这样一个一个圆圆这样叠哈。我女儿就爬上爬下，因为那上面都是雪，那下面是热温泉，她就上去这样抱了一捧雪，然后就跳下来，然后就看着雪融化，光这样反复，她整个晚上很好睡，就很开心，会忘记这个地方，她就会记得这个地方。所以像 Carlene 自己是老师嘛，对不对？你自己都怎么利用，就是说怎么带小孩，然后会在玩乐中也有一些让他们对于不同事物的探索。我跟女儿，我们一个月一次当义工，在一个
流浪狗的主角汗颜了，母亲此刻又汗颜了，是不是？对，我觉得女儿她还是很小，两岁而已，所以很多地方她坐不住车子太久，然后每一次我跟我先生想要带她去国，我妈妈会打给我，你怎么可以去别的国家没有来看我？哦，很生气，非常生气，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加拿大，所以我们在台湾，我觉得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不用花很多钱，每个小朋友都喜欢坐火车。所以我女儿非常喜欢 OK 今天加油我们要坐火车，她喜欢猴头，看小猫咪，对啊，看小猫咪，流浪的猫咪，对，那一站有很多的猫，还有一个好像史上最大那个国小史上最大的溜滑梯，真的，记得我看到那个介绍，对，那边很棒，然后最辛苦是每一个猫咪都要跟她拍照，对啊，每一个猫咪，对不对？其实几百块也可以过一天很快乐，对，所以但是詹医师在今天看过这么多妈妈，他们自备了很多良药等等哦，你有没有特别还要叮咛妈妈什么？出门要注意什么？其实出门哦，在台湾的话就记得健保卡要办。对，最好，而且他都没有拿出来健保卡。因为在台湾的话，真的，一张健保卡走遍天下，而且又安全又方便又快速。对。然后再来的话，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医师的电话哈要带在身边，很重要啊。虽然说可能他晚上没有办法接电话，但是在白天9点到9点的话，一定可以咨询到他。那出国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带？出国也是一样，要把自己的家庭医师的电话带在里面。有。然后我们一定要带的一些常备用药，大家都已经及格了啊，退烧药啦、止痛药啦，一点简单的过敏用药就是我们是抗组织胺，因为抗组织胺有两大用处哈。一个当然是皮肤过敏的时候可以用啊，鼻子过敏的时候可以用，还有一个，假如万一太吵了，晚上不睡觉的时候，这个会很好，这很重要。我第一次带小孩出国，然后医生说你抗组织胺带上飞机，我说要干嘛？他如果睡不着吵闹，你就给他喝，结果我喝了半罐，然后还不睡觉这样。好啊，要滑倒，他要在那喝，他睡久会放松，他会放松，所以。其实他也要一点药效，所以他下飞机他睡着了。但是那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就很紧张，然后所以一般来讲是在上飞机前的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前。对，你现场吃的话哈，大概没有用，没有什么用。那什么时候最有效？就是你 check in 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吃。因为通常 check in 以后还有大概一个多钟头才上飞机嘛。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药很重要，什么？晕车药。这个晕车药的话，通常我们说一岁以内的小朋友是不可以用的。但是一岁以上的孩子，你们要准备好，因为我们最常去的一些旅游地点，包括那个游乐园嘛，游乐园也可以用到晕车药哦，不要小看它哦，他们哦。吃了晕车药以后，他们去转那个圈圈哦，什么都可以玩，下来都不会吐，所以他们其实也可以吃。我也需要，也需要小火车。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晕车药。然后在台湾的话哈，因为我们的那个肛门的栓剂很方便，退烧药，我们退烧的栓剂啦、止吐的栓剂啦，还有止咳的栓剂，可以带几颗在身边。再来的话。脚不确定怎么使用的时候，当然要出门前要学会嘛。学会。脚在当地发生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慌张。打个电话回来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用药之外，还有人脉很重要。对。那我们因为刚好有几个朋友都是在做旅游业，那跟他们出去的话，我们第一个不担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没有团体出去，只有我们自己出去，我们也会问说，在那边你有没有什么朋友？如果我们万一要找医生，是不是可以？对，这些要先布局好。像我前一阵子去韩国，女儿就一直4天3夜里头3天都在发高烧，然后呢，我有带了退烧，第一天退烧之后早上又烧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就是。退了再烧起来有点怪怪，而且烧得很高，都是39-40度。后来呢，我就联络我韩国当地的朋友，叫他帮我找小儿科。然后呢，去小儿科去看了之后，他说他喉咙有点发炎，然后呢也是开了退烧药、消炎药，然后回去晚上还是烧起来，持续这样烧了3天。后来呢，
我就慢慢在观察，反正晚上就是我都睡不好，对，就最后呢，就是我打电话到台湾的医生这边来，然后台湾医生说，哦，他现在7个半月，差不多是玫瑰疹的时候哦，他说你不用急，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他说你就观察到第三天、第四天有没有红疹出来，果然第四天的时候红疹出来了，对啊，对，就是玫瑰疹，对，所以其实当然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很科学的方法，最后啊，那个愚昧主持人提供你一个，比较民俗的方法。就是以前我也是看我那个很谨慎的妈妈，她要准备一瓶水，台湾的水，对，哎，有个水土不服嘛哈，你说带一瓶水，然后出去的时候你用当地的水泡奶粉，你再加一点的水，这是心，我不知道是心理或是民俗的，就是有一点道理，有啦，对，我们后来在小孩很小的时候都有这样，大了就不用，但是我们在泡奶的时候会加一点点啊哈，反正无妨嘛，不是叫你们喝香灰啦，好吧？那当然在这边也希望这个。